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邓红说法节目，我是美国联邦律师邓红，让我们知法守法，据理力争。除了疫情之外，我们大家所关心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身边的治安问题。治安问题，我们知道，在过去两年，加州还有很多地方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在 B L M 运动之后，各地的啊法呃、啊、这个。 立法机构开始对犯罪进行松绑啊，所谓的司法歧视这个问题啊，他说是制度化的 systematic 呃 racism 啊，在这个刑罚方面的话，他啊很多人认为啊，在监狱里边关的人少数族裔，尤其是黑人、墨西哥人居多啊，这种情形的话与人口比例不相符，所以的话这种已经构成了司法方面的歧视行为。 所以的话，在过去几年，加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啊，加州除了人口，这尤其是监狱的人口啊，这个啊人口这个呃比较多之外，啊，这个造成了最高法院一定裁定，加州的监狱人数必须要从十十三万、十五万降到八万。所以话，通过了四十七号提案、五十七号提案。 在过去两年，也通过了一系列有关于对呃犯罪重新啊这个呃轻判的这种行为啊，当然在在造成这个问题里边的话，在过去几年啊，这个我们身边的很多呃、啊、案子，自己的朋友和自己都有可能成为很多犯罪的受害人啊，尤其是啊，所以这种情形你可以看得出啊，就在新年过年的时候，在。 旧金山 Oakland 地方，在华富里边，下午两点钟，一对华裔的夫妻在街头上回来路上，你可以看一下子了哈。他们正正在走着，突然间一个抢匪在这旁边拿起枪来止住，以后哈推倒了，以后啊这个华裔女子以后将包抢走了。这种情形经常发生，我们也变得麻木起来了。 所以，检察长的话，检察官也是对这类事情的话非常不满意。然后，在昨天啊，这个在法院里边的话啊，一名法官同意了二十八个检察长办公室所提出的要求，呃，终止检呃，终止这个要求，加州的监狱不能够提早放人。在美国，在加州分成两个监狱系统，一个是叫。 叫叫的话，往往是一年以下叫叫，一年以上叫 prison。但是在四十七号提案之后的话，三年以下的劳刑变成在 jail 里边和服刑了。j i l 里边服刑有个好处是，基本上，呃，如果是你行为良好，以后罚一天当两天。如果是到 prison 里边，一般的话是啊，这个只有百分之二十的 credit，你要服到啊一百天，你要至少要服八十天。 所以话，这种情形在出现了问题，在过去两年，尤其是在去年的时候啊，这个监狱，加州的监狱 （prison），他要求的话，哦，没问题，你一百天的服刑的话，这个三年的服刑，只要服一年就够了，只要服三分之一，3, 只要你良体呃这个行为良好，所以很多这种的话，在已经犯了严重的罪，判了三年以上的劳刑。 很快的就出来了，所以检察长的话，这个有二十八个检察官，尤其是保守的检察官办公室，包括了哈 Orange County 的检察官啊，呃，Top Peter，他就是向法院呢申请啊禁止令，他说法律上面规定这些重刑犯必须要服满至少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牢刑。 不能够服了三分之一就让他出来了，以后拿了百分之六十的 credit 的话，这种的话是不公平的。这些犯了严重的案子的人，往往的话他们前科累累，如果我们不惩罚他的话，他很快就出来。那出来之后他不当一回事，所以一定要重罚。法官也认同了，按照加州的法规的话，任何一项重罪，尤其是持枪抢劫啊这类案件，他们必须要服满。 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牢刑，所以话着着止了州的监狱这种提前释放犯人的做法。不过，虽然这些检察长的话，这个啊，这个一定要求这个不能够提前释放，但是法规不是检察长规定的，是州议会立法通过的。所以话，《罗汉基时报》这个是非常自由派的报纸，也不得不。 这个做了一篇现实的报道，他也谈到的话，现在在这个，你现在检察长反对，可能没有效。为什么的话？立法正在推动另一波的轻判犯,犯罪的法案，这些法案里边的话，包括三证出局这些一系列法案。这篇报道的话，就是强势介绍了过去两年里边啊，这个加州。 在司法系统上面的话，出现的一些立法过于宽松的问题，其中提到的话，就是说在二零二零年的时候，加州州长 Nuson 是一个激进派的州长，他提名任命了七名七名人士，包括的话前任的法官啊，这个一些 Stanford 的法学院教授啊，还有这个市长啊，这个 a n 兰的市长，这些人里边的话，都是属于激进派的人士。 都是以这个黑人、墨西哥人为主的，他们认为现在监狱的话人满为患啊，我们对刑法方面的话已经是啊矫枉过正了，以后罚的太重了，所以的话我们要成立一个叫做刑法修正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成立不久的话，有十项的建议。 所以，时尚建议里边的话，包括啊，这个青少年犯罪不能够送到成人法庭里边去啊，这个很多这种啊这个呃，商店里边的话，持枪抢劫的话，不能够呃，这个当成重罪啊，只能是这个，只能是用强呃，这个偷窃、偷盗罪来起诉啊，一个呃、啊，有帮派的色彩的部分的话，不能够再加刑啊，这个呃、啊，所有这些时尚的这些宽松判罚。 劳心的这些这种做这些法提案这个建议里边的话，在过去两年，陆续陆续、陆续陆续的成为法律了。因为这些法律里边的话，这是第一批十项的建议全部成为松绑的一个法规。那第二个的话，在今年在过年的时候以后，突然间。 这个委员会，这个七人帮又公布了另一批建议。这个建议里边的话，它是有一二三四五六七七项的建议。你看一下听七项里边，他说哦，所有的这些有精神病的人，因为犯罪案件的话，有四分之一，现在百分三分之呃到四三分之一的啊嫌疑犯有可能是精神病的，所以精神病的人。 不应该是治啊治罪，而应该是治病，这是第十二项的建议。呃，以后还啊这个这个是第一项，第二项里边的话，他说 encourage alternative to incarceration，incarceration inc 是要坐牢了。他说我我们鼓励用其他的方法取代劳刑，取代这个监狱。所以的话，这是第二项。第三项里边的话，他鼓励监狱的话提早释放。 让这个监狱的管理人员来决定的话，能够提前让他们早点恢复融入社会。所以这个部分，尽管你各地的检察长说那个这是违法的，我将这法律修改了，那好不好呢？所以这个部分，将来的检察长的话，就算要求这个重罚劳，呃，这个要不能够呃提早释放，但是的话，如果是这项这一系列的法律通过之后，那。 你的法律，你没有这个检察长的反对无效，为什么话？法律已经改了，这个监狱当局有权利提前释放，所以话。 另外一方面的话，Equalize parole eligibility，让更多符合资格的人能够申请假释出来。以后的话，啊，这个第五项的话，啊，要求这 county 里边的同样的这些假释人员的话，这、就、个是不需要啊，这个呃，那么、呃、管的那么严，因为现在很多人啊，从监狱从 county 里边出来的人，以后出来之后没有地方住。 没有地方这个呃这个工作，所以的话又重犯。但是的话，他现在再松绑啊，这个事情里边的话，你政府管的太多了。以后的话也要取消这部分的哈啊这管制。以后最重要一点的话，在加州以前二十年以前通过的三证出局。如果你前面有两次呃前呃重罪前科，那第三次不管你是呃这这种是吧？第三次犯罪，那基本上三证出局了。你要出局，至少要判二十五年到三呃到无期徒刑。 这个法案他要取消掉，因为的话太多犯罪前科的人啊，罚的太重了。以后同样的啊，这个如果是被判无期徒刑这些人士，他们建议的话，成立一个呃这个呃呃审审理委员会。这个审理委员会的话，可以提前释放，这像这些有可能终身关禁的人的话，可以提前释放，不需要终身关禁的。这七项法规这提案的建议里边的话。 在今年会提出来，会不会通过？会通过。为什么话？因为这七人帮是激进派的，州长是激进派的，州议会都是激进派的，自由派的，呃，这个民主党所控制。所以大家 back up。为什么话？今年的法规会更加松绑，治安会更加办，变坏。但是的话，很奇怪一点的话，我们的连。 《洛杉矶时报》的话，他也是，他说你这个松绑的话，造成了那么多的犯罪活动，那你这些七人帮里边，难道不感觉到吗？以后的、啊、话，这个这些七人的小组，他在接受《洛杉矶时报》的时候，他说：“哎，现在犯罪率高，跟我们这些松绑是没有一点关系的。这些人的话，是在象牙塔里边去，呃，生活。” 没有接受过现实生活，所以说这个部分里边的话，他说所有的这些犯罪的话，我这些松绑行动并没有发现犯罪率增加，所以话有的时候犯罪率不增不增加，因为警察已经知道你我逮逮捕人，你不会起诉，你会放人出来，我为什么浪费我们的资源呢？为什么我要逮捕呢？所以警察也不逮捕，也不报案的。呃，有有些凶杀案，他是干脆说变成这个自杀案就算了嘛。 这样子的话，就呃不需要变成凶杀案，所以话政府在数据方面的话是完全不准确的。然后，所以出现这个问题里边，你可以看得出《洛杉矶时报》有另外一篇文章，这个点的话大家感觉的，哎，这不可能会发生的。但是这篇文章就提到，现在加州正在在去年的时候已经是考虑到这个项叫做 SB 三五七。 这个话是 Senator Weiner 高老这个同性恋的这个呃一个议员啊，Scott Weiner 北加州的，他提出来这个法案，就是说街头的这些性工作者，政府不能够取缔他了。他其中的理由，他的提出来，他说哦，因为我代表了很多同性者、同性恋、异性恋，他们穿着呃这个呃很很呃很独特，然后警察以这个理由骚扰他，他就是他就通过了。 这个法案的话，就是 S.B. 三五七，就是在街头上游荡的人，警察不能够盘问他们。那对这个案子，在三五七在去年的时候，自由派的民主党已经通过了参众两院，但是的话，因为州长面临罢选，让枪击合法化这种情形的话，会导致反弹。 所以的话，他劝说完了，今年你暂时搁置一下子，只不要送送送到我州长办办公室来。等我过完关之后，明年也就是二零二二年，我们重新考虑。那这项法案的话，已经是经过参众两院通过的，只要再度提出来，很快的话，这个州长也会签署这项法案的话，基本上就取消了啊，这个街头站站街的性工作者。 所以他们可以的话，现在罗汉基，呃，罗汉基的检察长，旧金山的检察长已经对枪妓的话已经是不起诉了。那这项法案的话一单子通过，那基本上就等于等于色情的枪妓业是在加州已经半合法化了。所以的话，这些性工作者可以在街头上拉客人，而警察措手无策。 这个这个这位性工作者在旧金山的时候，他就投诉，他说：“你看看的话，警察没有呃不抓我，他不应该电筒来骚扰我。我跟客人谈生意的时候，这些警察的话很无聊，用用这个电电筒来照着照我，来吓住这我吓吓走了我的客人。”这样的事情在旧金山现在已经发生。今年今年的话，这项法案也会有可能会通过，那加州有可能会。 跟纽约州一样，让性工作、性活动合法化。唉看到这些法规，真的很无奈，因为毕竟里边的话，这些一系列的这些法案还在不断的这个呃推动出来。这些所谓的七人帮，他们是生活在一个富人区啊、呃，他们不体谅到民间的疾苦，他们这个。 做出一系列的松绑行动，那真正付出代价的就是我们的民众还有商家。所以，同样的，我还是建议的话，大家也不要气馁，因为今年啊，这个选举又再度在十一月份会发生，所以大家还是一样，一定要拯救自己的家园，用参与投票将这些自由派的议员全部的话，这个 w o l k out，将他们拉下台，这样子的话，才能够在立法的程序。 来保住我们自己的家园。好的，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邓红说法节目，我们下集再会。